この枝山の下の方には丸い平らな形をしたサンゴがありますが、こちらはテーブルのように見えるので、テーブルサンゴと呼ばれています。Now we have some truly.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珊瑚层。这些珊瑚层大约已存在了2000多年。这些5米高珊瑚层的底部是一些美丽的热带鱼的家。小而白嫩鱼叫做女人，黄颜色叫黄色鳞角。在纸状珊瑚礁的下面是一些扁平的珊瑚。叫做盘子鲲，因为它们的样子很像是盘子。이제우리는진짜큰산호층을보고있습니다이산호층은2000년가량오래된것입니다보시는5m 지중은아름다운열대어들의집입니다자그마한파란색물고기는블루댐셰어이라고하고노란색물고기는이엘로펜이라고합니다손가락모양의산호바로밑에는둥글고납작한산호초가있는데이것들은마치접시모양으로생겨서하여접시산호초라불립니다야너물고기보고해서뭐냐사람보고물고기